因为他可能骑得很靠近大车，啊，大车的司机大哥其实没有看到他，这是可能的哦，这是真的可能的哦，因为你有没有常听人家讲一个内轮差跟视野死角哦？那我还是直接跟大家讲答案好了啦，因为有。这是可能的哦，这是真的可能的哦，因为你有没有常听人家讲一个内轮差跟视野死角哦？那我还是直接跟大家讲答案好了啦，因为有。